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是抢救行动第六天，小负鼠终于睁眼了，真是太感动人心了，体型也明显长大不少，从之前的大约2寸至现在的3寸。小负鼠很喜欢喂食的牛奶，喝奶时总是迫不及待的。这是抢救行动第七天，小负鼠的眼睛又睁得更大一些了。小负鼠的状况算是稳定下来，见小负鼠健康成长，小编也就放心了。那么之后的抢救行动将会改为负鼠成长记录。感谢大家关注，喜欢此内容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及分享，享受到最及时的讯息，请记得按下小铃铛哦。